女人们，你们听好了，一定要给您的孩子多吃牛肉。牛肉中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可以增强免疫力。焯好水的牛肉下锅，放姜葱干辣椒，一包既能上色又能调味的红烧料，啤酒去腥增香，加水没过牛肉，扣盖小火慢炖40分钟。出锅了，实在是太香了，切成薄薄的厚片，这样的红烧卤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。